那要有人的话，应该是在隔壁的房子里。回墙为什么会下来呢？咱们不能用普通的想法去想他。阿萨姆斯杀，看到车，没看到人，没看到人，这个机标啊，有人看一下机标，有人吗？啊，别去了。当然可以等机标，机标那里有个断层点，可以，可以动了。单班去帮我炮。大包吗？小李一个没有。是。拿最好拿 P 一，我们再跳一波。P 一吧，好吧。航空坡有点危险 ，P 的双刀也没有，你们顶不去，我给你架着。好，从我这边顶，不要从左边。把车绑了。2004死两，反切哈。OK。大包四个，我等会我那边。我盯二段，你们一标要看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我去一标。我有车。土狼死了，阿西土狼死了，那应该没了。可以，点一下航空，然后点一下，我留在屁股后面吧，你们三个先往前啊。这边要。停车，拿不要把上面给脸上别说啊，不是，好像还有一辆车，肯定有腿的，你放心，不是二段的，下个枪我们还是要卡逼，你往上面，好的好的，最好留一下，你往下面买，你把他们去放到上面，我们去守下面这个半山腰就好了。刚刚你的位置得猥琐一点啊，四房没人的，没人漏的，我帮助刚刚被阿段山给卸了。腾哥，一会儿可以埋这里啊，这个位置可以埋。哎，我们得接。楼上好像是罩子。卡波边，卡波边，然后打麦。好的，好的。Rush B， 看一下二段。我这里在。腾哥，小心点。橘标，橘标跟红线是两个队啊。好的。对，橘标就是那辆86，两个人。我接着拿高点。你埋下面。不建议埋，你埋下面有啥用啊？四方不是有人吗？刚刚。我寻思他们要是从这边。橘标看。好，那我来了。来啊。没买，你就帮我盯着就行了。来，掉一个，我看不到了。红线反应坡你能看到？第二人没有打我们的意思，应该不在了。知道了。第二人在这个山上呢。他好像去打左边。来来，把这个这包能摸一下吗？摸。包在哪？我看不到。在脸上。单标什么情况？顶着狮子这里打，对，把这就卡了。把十二宫山的先来一个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十二宫山，你挂吧，你挂吧，我也下去了。或者麦田去打。双刀该有人，我车给他卸了，他动不了，下坡给他卡了。把这个把你来了，我给你用，狮子。别撞着，能上去吗？四方的人到，哎，兄弟们，游山的人不见，可以把这种游山人好像给退了，游山空了。不好清，不好清。你先找那个人，给个信息，油烧空了。知道了。哪抽我？那不应该没有了。没了。我们可以清，这一招可以清，兄弟们。你们帮我架死，我随便清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。好的，好的，陈哥，好的。两把枪，我随便清。好的，好的，直接顶吧，打了一枪。直接顶了。来，富贵。来，我跟你来。到位，你帮我架。又打了一枪。帮我架，我帮你架，我顶到石头帮你架。扔，出来了，撞到了，你妈！好雷啊 ！P 的人好像去 P 二了。上厕所没人。不着急去，不着急。裂开，我后面点人了，自爆的。一分的被打到俩了。厕所局标空了。是。局标一个，下面那个。舒服，三标的，三标。石头我拉上去了。那是舒服。就我们等会可以去找个机会去把那。油伤不惨，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给这里了啊，这三标啊，这是在厕所打的，好像是。二十米没了啊，哎，继续闯啊！是的，我这边。L 十大在这边。厕所这两个人，三标厕所没的话，我觉得小李要不去顶过去吧，我们还是可以去拉开一点。三标厕所。对，我们可以油伤打了。如果说我不在，把他车胎卸了，小李，待会儿他们就是油伤人。油伤一直都在，油伤。看我了，油伤的，狮子你能帮？我要是能把厕所给他去打倒，我们开车准备顶啊。看厕所位置吗？这圈位置咋了？好吧，我们位置不好。卡一波，我们这边要卡一打一波。好的，绝一绝啊！一标厕所也有。我的这好多能上啊！就先架死二标的就行了。那个副官，狮子方便去挪一下车吗？要炸山的是 FTV。知道了，杜拉死了，刘山还倒了，
三打二打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对，三二一。标点位啊，三标有一个，三标上最后一个。哎，这样子我能去线过来的，来的接他。我在草里啊，他们顶正面。好的好的，我趴草，我趴。OK， 往左拉了，是的。一个，来来来，有人吗？把这个近点打了。这边草多。看到了，顺哥在我近点，在我左手。挂闪光这里，我打了。两辆车，干了没毛病，干了没毛病，但是你不会找机会，我就想寻思找个机会全都去马路边打零七吗？他妈杀了十个，我这玩了，我整个伤，但是让我没说。哎呀，这小雷，四个满编队啊，第一车都是法师，下个圈北街，我们要不要扎战壕呀？还能待吧？但是我们会 P 二还在开枪，反正刚才还在没走。我怎么下意识的反应，我又按了一下。这里可以撅一下把。没有。这是哪儿打起来？豪宅，豪宅。电厂有人，电厂有人。他家四房哪个人员分不少，我就可以给他怼了。从四房下步去。他也不给我八倍镜啊。局标。打天梯呢？局标有一个，然后。看我红线，这里没人的，不是没有吗？局标有一个，红线没人，没看到。局标有一个，去往外打会更好打。黄线没被一个兔崽子给抢了。蓝两个就行。北辰那里蛮像的。南边我们其实都可以放了的，飞机残骸没必要要了。把这个局标给他撞了。如果说要汇合的话，黄标三个人去撞怎么样？对，一边这里特别细，但是你要小心。可以撞一波，等都缩了。还有个孩子。这里跳人了，这里三边跳了一个。对，我的也是跳了个人，我这也直接来抢二人进局标了，不快到那个，有可能会来。我跟你说，等会我先给他拿了呀。我现在要往谷仓和那陈哥那地儿都没人拿的。待会儿有人撞我，可能就要我来。我现在开始要往那个背后了，再贴，不着。好好好，抓北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啊。如果是正南切的话，我们可以。但是我没背镜，我机瞄。好嘞。这帮看一眼吧，我再看。机标就好了，机标狮子能帮你们。是几个人？他炮楼有一个，三边炮楼有一个。哦，局标有一个，两个。他的抢到楼的人如果大胆一点，左切的话，四标没抢枪。你们在那边能看表演吗？成过四颗雷。到了。这个长枪炮就一个啊，一个位置能拿吧，去探一下。我觉得你得往那边开。长枪炮人走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开车，他在我脸上停了。长枪炮俩，一个木厕所，兄弟。可以，那我们过来了，都来。我点位置了，他在我给你标个竞标。知道了。他要抢我那个点上、啊。一标，他说的是一标。好，一标一标一标。一不到位了吗？啊，他应该是在烂尾楼里面。烂尾楼，他队友也来了。来打他。我到位了。有人就给他干。他队友又来了，又来一辆火车。铁站，金标一个，金标一个，金标一个，金标，金标，金标。人还是的。近点贴过来了是吗？对，近点贴过来了，就在你脸上，我给你打个闪。帮我看。小李，小李，你那个附近。听到没？听到了。打光这儿。我右边有房区有一个。对。我跟你一块啊。打头，你右边正打头了，很残。我房子里面一个。房子左边，北辰怎么打的？北辰房子左边还有一个，靠，打残了，房子左边，后边两车，打了，屁股，我操，这没死啊，这猛男枪，操，这燃不死枪太弱，有人就马路开的，可惜，互换两颗头，枪没空，我操了，枪太弱了，崩溃了，铁皮还是从这边拉过来。哦，我站位没站好。这次稍微再往右边开一点。这波不是在防守吗？峡谷中间人铺开了。完了，出事了。我们他俩没跟上，这次没事。
我看这个位置好吗？这七五五他绕了，他是绕的，他右手。嗯，给他位置不好的，有辆车。我看一下啊，我是这么觉得，这波我们，我建恒，我们是防守，我们只要卡住他们拉过来的所有位置就行了。对啊，我们枪线只要卡住就行了。其实不用，我们就这 M4 真太拉。T55这个位置我扔更火呢，还我本来是就是我看了一眼，我他妈的本来去看右边的，发现我们一开始盯他的位置，一开始盯他的位置。对，我一直在这边呢。啊，左边破防了。不要，其实他我是把七六二单都死一万回。那我要是一开过来了吗，兄弟？加这个位置，不用加这个位置，我在看这边的。啊，我看他这一堆烟，我他妈就害怕右边来人。来了，开过来了。两个人去挡左手边。我们应该，我感觉先架好枪，等他们过来送就行了。前面的坑，前面的坑。去挡左手。陈哥反应慢了呀，陈哥慢，陈哥慢了半拍了都。是前面的坑才是。四点。我他妈的停这是因为对面得倒俩，我们才能倒一个。我没血了，我。按道理来说，我们是不打药。我也没血了。他上车，他都位置可以不要了，就上来就这圈一刷出来就往那开。你就胆子大一点。我那红仓我看都没看，妈的到了，我操。这石头有个人，二人三四个二狗家拉出来的。啊，他们没压你啊。看一眼。山人是 LTUP。对，葫芦上面也是 LTUP。妈的怎么掉了仨胎啊。
三个，然后这个三秒有人。我们等会就优先把那个二国家这一次的人给他去卡死就好了。我们要摸我没办法看。大家要摸80%。他不会上了。优先把三个给他去卡死就好，我这边也刚好。他应该不会去了吧？有可能有打起来了，这2004和这什么 AS 别为左边打波哥，不会不会，他们又堆车了。老李，等会儿我跟狮子去顶这边，你在山上帮我们尽量分担一下。LTVP 死完了，2004还剩三个，每人扔个包啊。没有，我们架住左边就。他们待会儿应该是2004最多剩三个，少了剩两个，好吧？知道，三个。有车吗？打脸，有车吗？你俩看。加枪了，毒死了！两枪一个，我连一个，真的。牛逼！死了吗？四枪，看四方，看四方，回头。再看。哎，扑上来了，四方，不要脸！一标，确定。这次我来，从左边突破，我一个人去顶风云树。来我。上来了吗？已经。埋人了。上来了，不要脸！一标。知道了。他们埋了一个，不是埋了一个是吧？那我就看一下麦田去了。小心，我不闪这里啊！那我这边去顶个人，我来，我看一下。他肯定是在那阴着呢。等一会儿清他，没事，咱知道他位置就行。啊，这个四房好像就三个人啊。怎么丢了？你们还有雷不？有雷，我两颗，我一颗雷，一颗火。啊，三个火。他就在我旁边这一次。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就在那趴着。啊，后面都没留架枪呢。全在我们这边，我看不到。技术吗？对，细微型的地儿。炸到了！不要炸到了！给彩头看的，看的。炮楼一楼，炮楼，炮楼外面，一楼外面一个。我被他打残了，这里丢瓶饮料，小李。不要，丢了吗？掉坑里。炮楼一楼坑。近点还有。我看到了。我来，我们不要打炮楼了，我们去打近点。我把他车单卸了。我扔雷炸的地方，他搁这顶我们，帮我架着。今天有一个，我有个闪光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闪光，你俩能顶个同时枪械吗？大龙那人他架不了多久，你俩同时去给他打了。来，闪光炸了。好，我这里有个金牌，金牌，三十。倒了。倒了。小李，跳，快，跳。往右走，往右走，北辰。有一个三级头从四号标肯定会摸上来。慢慢来。他铁摸上来了。停下，我在看。脸上。支持。是啊是。小李你去帮。有雷，我操。对，小李，我们这儿。别慌，听不。风云树，人在右边，往左了。风云树，往左了。我们打两个，三秒有一个。哎呦，三秒打了，三秒多一个，三秒。哎，可以扶人。我们在我这儿，我脸上。牛逼！呜呼！好，航线标。对啊。卖了烟的，我就说不会了。就一二连加大招。那往后炸了，你还往后跑，我就看着那个雷。哎，他们这个人干嘛呀？又要我黑八六。哎，这人好像要死了没？啊、哦，什么意思？子散，这干嘛呀？刚才死到哪了？金吧。好，我防在外面。倒了。我来补这个 AD。干嘛呀？这他妈送啊、哎！我补人为什么没有信息？没给兄弟补个头啊！我这一看。再接我一下。对上角 T U P 好像是。塑料板带一下，慢一下。这赌场来不走呢。好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机场走？2004跟那个谁来着？把车胎卸了。马路上行，打完了是吧？对，打完了，再一把车胎都给卸了，卸了两个。跟着我沿着这条路走甲寨库，然后到这个坡，然后看观察。好，走甲寨库的右手边是吧？对。左边二国家有人。好的。开枪。OK， 那你就从右边那个甲寨库走。甲寨库空的。对吧，成哥观察吧，我帮你看左边。哎呀，我来帮你防的嘛。听到你